哇。可以、啊。这个房子挺贵吗？嗯，都是贵。聚焦光线。这里都贵。环境好，空气好，对吧？嗯。但是只有两层吗？这么低？应该是三层吧。这个啊，这只有两层，这个。底下应该也有。应该地下室吧？一层半啊。其实就两层，我天。上面还有个小高楼。是一户吗？这是？我不知道是上下这样分还是左右这样分，或者它不分。我觉得应该是一户。一梯两户。刚才跟我们问那个这个船是不是他们想让咱们坐刚才那个？它不是。坐游船，它有两号船，一个是游船，一个是那个艇啊。他让坐那个快艇，那个快艇越来越不好。他说下面是快艇，上面也有游船。游船。他们游船当时说可以给我们一人30块钱，这是这种的。他说什么你都不能信，就是